感谢，邀请部长啊，院长，是的。好，请苏院长。院长辛苦。喂，阿你好，你好。咱纾困的这个预算书内底第二面，我看我注意到讲，咱即马吼纾困的部分爱紧。快，佮方便。那想要甲你报告一下吼，咱家己遐个状况。顶悬呢，我伫我个服务处挂布条啊。顶悬写，咱遮是即个纾困的即个咨询处的底啊。哇，即个排队的数量可能比排马术久个较济。那整理着咱伫地方接收着民情，以及着咱有一挂即个乡亲来敲电话联络政府个局处，发现一挂问题，啊，甲你请教一下。其实吼。对因来讲啊，咱即卖行政部门哦，各个网站也好啦，宣传也好啦，拢是单一哦。比如讲，我卫福部有啥物福利，啊，咱的劳工局有啥物款的纾困方案，包括咱的这个保险的部分，会当安怎来给大家方便。但是对民众来讲，伊可能会早下上报纸，啊，中昼咧上班，用暗各个排夜市啊，伊可能对伊来讲吼，伊唔知道我到底有几种补助会当领，啊，我的生理有偌济受到影响。当当伊要请教的时阵，有一日咧，伊走去劳工局。劳工局要求伊的头家爱先去经济部申请事业的登记证明，变作是一个人做一个工课爱做。而且是毋是当个来请教一下，敢会当整合一个单一的窗口来一个，敢有规划要做一个整合的窗口来一个服务民众？啊，感谢委员啊，伫地方服务处过来帮咱政府做民众老问题，会当来沟通，即先甲委员表示。感謝甲肯定，啊！頭拄仔委員指教講，是毋是有一個單一的窗口，就是即馬設一個1988，1988就是即個單一窗口，即個窗口如果任何人咧敲電話來，我攏馬上有人接，接了後相關伊的案件種類是啥物款情形，馬上有人甲解答，所以這是真現主持，每工攏安尼咧做啊。反应启动打开始，可能也无顺，所以有人抱怨。即马成绩渐渐做出来，敢那1922在讲防疫的经验同款，即个已经渐渐会使。委员有啥物问题，请有哪服务者来甲你服务，多谢。1988的部分哦，因为即马做者，我相信也阁有目前有人卡袂入去啦。那有人甲我反映讲卡入去，向挂电话。我其中注意到预算书内底有编的。1,800,000来做着客服中心，1988先请教一下，伊到底是处理着敢那针对经济部的部分，还是事事行行卡这支电话拢会当来处理的？所有那是纾困振兴的问题，拢伫遮。啊，那防疫，咱有迄个1922，迄大家拢已经介绍已经啦。了解。啊，所以如果即个来，啊，那种啊，唔是经济部，伊是劳动部，自然拢有接线。是，好。好来，部长。即我甲委员报告，就是打开始迄阵啊，事实个委员咧讲个，讲有改善的空间。迄阵打开始是差不多伫3月至七才有95%哦，但是到4月七六纾困这措施出来了啊，哦，大家个足踊跃去问啦，啊个落来剩差了55%，啊，一定交代讲再紧。啊，所以阮即马对30万变60万，即马变90人伫接这个电话吼，啊，甚至阮随时啊，准系像阮昨我去甲了解，已经昨有5000几通，啊，迄、那个接通率93.38%吼，啊，但是这物件阮会过来直直来注意这个。即、这个人力嘅问题来补充，啊，过来大家咧关心是啥？迄、那个所谓回答，迄、那个回答嘅品质啦，啊，即、这个就是 Q&A 一只量吼，因为最近阮伫咧整合人咧问嘅是啥物货，啊，即个要安怎叫各部会来加强，啊，送 Q&A 一摆，互阮只1988吼，即、这个专线来帮忙。嘛就是讲会当，嘛就是讲会当直接宣誓，然后要求各这个请全国的民众，然后问题1988尽量卡，啊，然后问题，咱部长、院长只会全力来处理啦。是，哦，是好。那除了谢谢，除了电话部分，因为电话毕竟一对进嘛，电话一通卡里边一个人爱接嘛。那另外阁有一个方式叫做网站。那我其中注意到，咱有一个1957的福利咨询网站。好，意思就是讲，咱只要上这个网站，包括社会保险原住民的部分，吼，这个劳工的部分，以及着福利的部分。
分，所有规个社会福利甲保险的这个咨询专业1957专线呐吼，咱顶管竟然无纾困的方案呐，但我感觉这真可惜，是不是考虑？我想是这个部分够有咧研究，或者是还未注意到，咱是不是当研究在伫网站的部分，同款做类似单一参考的方式来甲民众服务？咱本来吼，我委员了解就是讲，所谓单一就是无爱去讲好啊，几啊种安尼去啦吼，所以唔只防疫1922、1922，啊啦，这个纾困的，这甲经济较有关的，所以1988的1988，后尾发啊，互大家也好记，啊来只后线拢有啦。不过委员正指点讲，啊，这是电话，是不是网络？来，我拿就这过来加强。我来甲委员报告。好，以我目前来讲，以我家，我甲所有的产业的工会网迄、那个网站拢联系起来，安尼对这的产业工会，伊透过伊的这个网站去服务的会员厂商。只是产业啦，比如讲罗岗岗会当靠1988。拢会使啊，拢啊，计程车司机嘛靠1988，系啊，啊，那手机的部分哦，当然有一寡族群，伊可能电话较未卡下子啊，那咱网站嘛找一个嘛，同款意思嘛，好唔好？啊，既然有这个处理的流程，咱电话也做，网站也做，我想这唔是伤过困难的代志。好，拜托，麻烦，谢谢。第二部分呢，想要请教院长啊，刚有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biological disaster， 生物灾难。生物灾难，刚有听过。啊，生物灾难和天灾人祸，因为台湾哦，坦白讲，真侪即个地震啊、风台啦，吼，甚至是崩山啦，真差无火山爆发尔。那即个天灾人祸的部分和生物灾难有啥物差别？来，甲委员回答，心理的是压力来都有心理的问题啦，但是一般生物的都是像咱即届迄个病毒啦、细菌这种的。也就是讲，即道的即个武汉肺炎哦，咱会当甲定义做叫做生物的灾难啦。啊，生物灾难吼，含天灾人祸上界大的差别吼，就是伊是持续性的。比如讲落大雨了，咱会当来救灾。那救灾的时阵，因为已经无咧落雨啊，就会当处理。但生物的灾难无同款，伊是哪救灾啊？灾难也同款一直咧发生，所以伊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是一直延续、一直咧做。咱哪救灾啊？哪救？救灾也爱救人。这个时阵就会产生一个甲一般的天灾人祸上大的差别，就是心理的压力，包括着咱知影即几天海军的事件，包括着第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的压力。那这个部分，咱即卖目前有啥物款的这个整体的规划，还是主管的部门咧负责这个代志？多谢委员的关心，因为这方面，阮伫防疫大作战有拍影片，就是用新口司司长来录音。包括1925的安心专线，来当提供14点钟的服务，给所有的民众也是好，我咱的医护人员也好，拢会去做伊的电话咨询啦。我想吼，即卖咱会当利用的这个方式，包括政府甲民间啦。那政府的部分，包括着即卖咱咧追踪的个案，咱是毋是当由咱这边来主动甲因联络，啊，看生活有啥物困难啊，有啥物资源会当协助？我有 call 号嘛，有接受 call 音的。这是政府的部分，就是讲咱主动会当做的。但是还佫有一个部分真重要，我唔知影大家有记哩较早的新闻，病院吼唔愿当，迄个做病当的唔愿送病当去病院，或者是学生啊吼，即、這个医生的囡仔叫伊卖来上课，这个部分都唔是政府会当处理，这是民间的压力。这个民间的部分，我特别注意到，即道有编的一个，应该是8亿至9亿的预算来予即个社区来做心理的即个卫生的交流。那具体方案，敢会当甲咱说明一下？主要就是头先讲的22县市，其实拢原底有一个心理健康的网络计划了。啊，另外1925的专线，阮是尽量设置起来24小时的服务。啊，另外对口岸的 center 是主动去关心，讲目前较严重的集中隔离也好，居家隔离也好，较主动的关心啦。所以，伫若真正有问题，都爱去转介到精神科的医师那边做后续的处理安尼。我必须要强调吼，因为咱即摆咧注意的是讲啊，你有咱有对无对，啊有影响无影响，啊大家惊吓，啊即礼拜出国过，迄礼拜去九份，迄礼拜去坐船呐，所以即摆变作是大家人会惊吓，讲我是毋是惊拄到伊？哦，我捌甲即个人食过饭，我捌甲即个人见过面，啊，迄个公司咧消毒，总大家拢唔爱去食。即种的心情，其实伫生物灾难的时阵，颠倒会制造一个民间家己出发生的压力。高委员，不过是讲伫指挥中心。指挥官都有甲民众解释，啊，你有接到简讯也好，
还有列为是居中隔离啊、居家检疫啊，是讲自主健康管理。啊，你的行李上爱按哪阮伫指挥中心的会议记者会。嘛，这政府会当处理的嘛。啊，我拄只讲的是民间家己产生的压力嘛，互相来比来比去嘛，吼，一间隔壁厅去用消毒的，当作迄规间拢有动嘛。所以这个物件吼，甚至是这个人有代志，规间公务总统搬出去住，有可能会产生着社区家己的惊吓。这个所谓社区的惊吓，咱既然都有变的医生啊，我希望讲社区的头人也好，社区的活动也好，甚至是这个工作座谈会啊。好，哎，这个真真正正，好想办法，好每一个人会当主动来关心、来联系，甚至提供资源以及心理的支持。我想这才是隐形，咱无多算到数量，但是实际上会影响到这道防疫灾难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好，阮尽量来做。好，拜托，感谢。第三个部分哦，请问部长，咱有一个单位叫 NCC 啊。那因为咱这个疫情内底，有哪有一个法条讲吼，尽量卖讲这个散播不实的消息。但是我注意到讲，为这个四月一直算到四月二十号吼，就疫情到这样是到四月二十号，产生假信息的这个次数是一道，所以表示讲咱目前真清气，这个叙述你敢有认同？就是讲，咱拢无假消息。嘿，这个疫情发生，啊，还阁有人要放假消息，这些是真无道德，而且嘛违法。所以咱政府对这方面真要紧。是，即摆咱规个团队，唔那是伫防疫，嘛防假讯息。是，因为假讯息了出来，有当时啊，就明明这个假啊，影响足大，造成唔是困扰尔尔。而且造成损失，所以我对这方面嘛真要紧。啊，足感谢 NCC 甲咱的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大家对这块的马上来防止。即摆国民同胞啊，拢有注意到这个点。啊，搁咱像立委啊，一再宣传，所以大家也知影讲，这真无道德，啊，真无应该。佫违法，或者 NCC 注意，甲你报告者。勿紧啦，歹势啦，佫来叫起来。我意思是讲吼，咱干呐处理一届，表示咱电视的环境相对来讲清气啊。但是还佫有一个所在真恐怖，就是这个网络的社群，叫做自媒体。自媒体同款有人咧做图啊，包括院长啊，嘛是去用做伫内底讲啊，你安那拄安那。那这样的物件其实是无多一捆头全部掠掉啊，而且因有可能一个要注意愈做愈侪，所以只是要提醒吼，未来这个部分媒体的部分有。新媒体、自媒体、甲传统的媒体，这拢爱这个来顾好脚本，好唔好？好，好。最后一个部分哦，因为咱第一届和院长见面的时阵来讲到这个超负荷甲超补偿，因为迄道的质询有侪的这个医护人员来和我联络，其中有一件代志吼，大家共同吼感觉较惊吓的部分，嘛已经请教过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长官。那迄个时阵呢，咱伫三月二十几号的时阵有发一个公告啦，吼，讲请迄、那个。如果你有自主管健康管理的这个可能性的时阵吼，请你尽量卖去上班，暂勿上班。结果呢，这个暂勿上班总乎大家病医吼，唔知到底是请暑假、病假，还是防疫假啦。啊，伊即马自主管理了后，变作是无去上班。啊，迄个卫福部的1000块，伊嘛领袂到。那对这医护人员来讲，伊会感觉足无辜的。那我并无徛伫讲哦，啊，就一定爱报啊啥那。但是我希望卫福部这有一个立场，就是讲啊，这的请假去本来的大家。都无拄好拄着啊嘛，吼，啊，说领较少的，歹势，也是讲，我认为即工应该爱专心，也是半心，你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互病医会当来遵守，不然，即马吼，咱即马得到的回复吼，我想侪的即个医护人员拢有来请教，咱即马目前的回答是讲，咱认为病医拢会发，那我想这毋是一个行政的做法，那我想请教。多谢委员关心嘛，这方面是因为伊是自主健康管理。啊，事实上是会当去上班，但是有诶病医想较远，是讲是毋是伊含患者有接触，较有风险啦，所以都请伊卖来上班。啊，这部分劳动部嘛是有讲，你若实际上是雇主甲你要求诶，是应该爱加薪。啊，头仔委员讲诶是毋是会当半薪？啊，这部分阮了解讲病医含迄个实际诶医护人员是毋是这方面真正无互伊薪水？啊，阮来了解一下，后壁甲病医迄方面来做一个沟通。
因为这件代志是讲，伊即马自主健康管理不符合居家隔离啦。对。那理论上啦，理论上卫生部的会当去讲啊，我感觉这是也是唔是会当遵守嘛？啊，你即马爱了解啊，这广告是恁出的，啊，唔是病院家己发的。对啊，你该了解，我唔知爱了解啥。自主健康管理是会当上班啦，但是有诶病院想较远讲，一直做较严啦。啊，你家叫人卖上班，理论上你是嘛应该。啊，你广告写站务上班呐、啊。对啦，那有理论上。我感觉即款咧，大多啊，咱主流讲，都那是病医咧对这边个要求讲，你会当卖来的时，应该爱红心水。是，迄阵是写广告，后来改口叫建议啦。那我想这影响的人，我那几万人应该走袂去。啊，这个部分较注意一下。拜托，感谢，谢谢，继续拍片。多谢单佩伟委员。继续请赖香玲委员接选。